我告诉你啊，马上过年了，要是还不会炸蘑菇，那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又酥又脆，全家都爱吃，做法还特别简单。炸蘑菇选这种年轻一点的，大的容易碎，掰的块别太小，不然一炸就没了。水开下锅焯水，我每天都很用心教做菜，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再次开锅捞出来，用凉水过凉，再用我白嫩的小手使劲挤干水分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花椒粉，抓拌均匀。准备一包小猪肉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不管是炸丸子、炸小猪肉都特别酥脆。加一勺清水，搅拌成浓稠的酸奶状，再加一勺食用油，炸出来更加酥脆。搅匀后倒入蘑菇，让每个蘑菇都包裹上一层面糊，五成油温分开下锅炸，不用担心它不会粘到一起。一锅炸不下，就把定型的捞出来，第二锅定型，再把之前炸的下锅，正火炸五分钟，把蘑菇的水分炸干，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。炸蘑菇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又酥又脆，大人孩子都爱吃，招待客人这就是你的拿手菜，赶紧试试吧。